挺棒的啊，好看啊，好看，最近瘦身有成哦，真的身体好了吗？有耶，有进步耶。大家早安，我是糖糖，这边是大绿，我们今天要来去海边拍美照，我们今天都穿超漂亮的，好害羞哦，看看大绿帮我拍没有比威一好一点，应该会吧，一定会的。那现在威一在买早餐，威一，你买了什么？早餐啊。我们要野餐哦。对，今天终于要野餐了。认真野餐。认真野餐，但不是自己做，买好然后摆好。偷懒型。哎，我们今天带我们的好朋友来海边野餐。大绿。大绿，大绿有介绍了吗？我介绍大绿今天要帮我拍照了。对，哇，大绿真的是超级有才华，刚刚一路上在听他的才华，太害羞了吧，好厉害哦，那好厉害哦，他是钢琴家又是编剧，然后现在又摄影师，现在又摄影师，然后又是这个滑雪大亨，没那level 2.5 而已level 2.5 好，我先买早餐了，等一下，好，到了，等我一下，你这样，我 check 一下。你这是战斗车，还要 check？ 要了，要看一下装。白就补，白就补。来，大绿，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景？我想要。你想要有那种礁岸石头呢，还是？看过去就是一整片的海，我觉得一整片海，百万海景，你要百万海景啊，哎呦有一只河豚，然后还有被有人会叫河豚哦，傻眼沙发是不是，来沙发先坐一下，等我。沙发很久没有出动了。好好，那边。在那边休息。好赞哦。坐。哦，可以。天气真好。太阳有点大哦。没，完全没有遮到太阳哎。啊，没办法。方向的问题。哇，那怎么办？哎都，就晒啊。哎都。哦，今天终于来海边成功的野餐了。我们很好笑，我们上一次要野餐，然后半路就被我吃掉了。对啊，每次都失败，每次说要野餐，每次没有成功。对啊，要不是那个糖糖把早餐吃掉呢，就是我们去，然后风太大，完全没有办法。对，网灯盖好可怕。对啊，吃沙的。对啊，那今天呢？哦，虽然也不是自己做，但是仪式感还是有的，仪式感满满，对不对？哇，感受一下，好久没吃炸鸡，好感动啊！对，今天稍微用的舒适一点了哈。哦，看一下，哇，黑老大也是挺有用处的哦。然后我们大绿说要这个百万海景，所以我们就给他一整片的海，哇，一望无际的海，哇。有啊，挺棒的啊，好看啊。最近瘦身有成哦，真的身材好了，有进步哎，身材很好，那很开心哎，你有感觉到他的雀跃吗？哦，今天难得放慢脚步，然后在海边享受一下。之前呢，每一次说要在海边野餐都失败哦，前两次，要么是我们的食物被糖糖吃掉，要么就是我们去海边的时候风太大，根本就不可能。在那边摆野餐垫什么的，那今天
来到宜兰一样的老地方，那现在就陪他们呢在海边拍拍照，因为我最近买了那颗镜头，哇，真的是拍起来超好玩的，而且拍起来很有成就感，又重新回到那种对摄影的热情。拍完了，女生果然比较能拍，真的比较用心哎。我真的好像五分钟就结束了，可是我拍是那种很精准，就是我觉得哎、欸、这样 OK， 一张到，然后我就觉得。所以有时候你觉得精准会，人家会翻白眼干嘛？果然，今天是来学习的。重点是那个有用心的过程。而且我们互相给对方看，对，会看一下。你看一下，然后你不是，我没有说我要看，你就不给我看了。对。然后我就哎、欸，不给我看，好不好看？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，你一定拍得很好，回去看，大小一张可以而已。一直在闷闷。哎、欸，你干嘛？啊？准备好了。哎、欸，不是我们拍完就回家了吗？帮你准备好了，以为下课了。我不是已经下课了吗？我也要冲一下。对，11:30了耶。互相的，互相的。现在浪好像稍微好一点，比较稳一点，有机会冲到了。你有没有觉得他贼？你有没有觉得他贼贼的？对呀、啊，你不觉得他很贼？他表情就贼贼，然后默默的在那边出来。我想说，他为什么要先回来了？原来，而且刚走回来之后还没看到人。对啊，然后默默的在这边架，就是有问题，感情不单纯。OK， 我用最快的速度三道浪上岸。我们就在这里等他滑手机咯。对，玩游戏，你滑手机，我滑大炮。啊，对，你要不要拍追焦？没错。好多沙哦！你吃了很多，我吃了超多沙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卷啊，然后卷那个沙全部都哦在脸上，在嘴巴里，在嘴巴里。那你要吐沙一下吗？我也在吐沙。你今天是一个蛤蟆。蛤蟆，这个让人站起来就很厉害，就头小。我相信如果有接触过冲浪，你就知道，宜兰的浪要能站起来就不容易。好。哎呦。那我们就速速换，好，你看都沙，哇塞，超多，我先把冷气开好了，太赞了，天堂，凉快了，对，上来就耶，再请大家喝咖啡。对，用我的这个生日折扣，我有朋友送我两杯，然后加一个蛋糕，生日蛋糕。对啊，来到这个全头城最美的星巴克，好漂亮，漂亮，哇，很美，很美。各位朋友，好了，那我们要回台北了。回台北。对，大家回去各自忙各自的。对，早上来海边舒服一下。所以我们的宗旨就是玩得开心，也要认真工作。认真工作，对对对，没错没错，对，每天认真生活，认真开心，开心很重要。好啦，拜拜。拜拜，今天的影片就这样子啦。不给你唱歌。